流水声，流水声啊！你没看到隔壁无限水不是无限水源，鹅卵石制造机的流水声吧？我家应该没有漏水漏成这样子啊！哇，这把武器真的是好用。好，这个挖断，我们就上去砍木头。砍完木头，做完稿子，下来继续挖。完美，想好了。哎咻！糟了，是不是要装整理包包啊？感觉会需要欸。怎样？是神木吗？哦，
好，就这么多了，下去喽。好啦，要继续挖了，来继续聊天。我去洗一下脸，我快洗，脸好油。后来刚好稿子爆掉，哎，嘟嘟嘟噜噜噜噜噜噜，你就可以开到几点啊？这画面应该有三个小时都在这个画面吧？我开了快五个小时了。欸，如果真的 GIF 这么好用，我下次就做个 GIF， 然后发现怎么稿子都不会坏掉，
然后就是在聊天，有没有？稿子完全不会坏掉。什么在挖钥匙，在挖鹅卵石啊？吃一片西瓜，你是说它是烤了十分钟，还是你把速度放慢十分钟？烤十分钟那很爽哎，先烤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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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烤，虽然一片西瓜，现实世界应该吃个15秒就吃完了。烤了十分钟，哇！默默跟到下午都是为 GIF 的，没有啦，啊，就缺鹅卵石哈？难道你是要我从创造里面拿石头出来吗？啊，作物生长还可以用条的指令条啊？难道有办法挖？挖鹅卵石可以打指令吗？就是你挖一个等于挖两个，而且还是烧好的石砖。十分钟后才有一个饱食度，那不错啊。真的可以哦，哇！哦，连闪吗？爸爸要叫出那个紫色的指令方块吗？还绿色的？哇，直接变一组吗？哇，真的好简单哦！有人玩《恋与制作人》吗？我可以问个问题吗？除了那四个男生，凌霄又是谁？还是叫凌，还是什么？有个凌吧，还是有个霄的？因为我前阵子不知道为什么蹦出一大堆都是恋与的那个大头贴的好友，那突然最近又蹦出一个叫做凌霄的，是新的角色吗？我觉得好像什么。
新你给我的新地图的灵感呢？哇塞！那你地图做完记得感谢繁星哦，感谢哦。什么灵感啊？你要玩什么、啊？如果也是这种挂不是挂机啦，类似这种空岛的，那我就拿来玩啊。因为也没有想过自己会变成全职实况子，想都没想过。新角色，感觉是欸，因为之前都看到有白起加我好友，然后也有李哲言加我好友，然后前几天蹦出了一个叫凌霄的，我想说你又是谁？好像紫色，就是偏那个角色的感觉都偏紫色的，紫色系签订。等下学期慢慢来啊，反正如果没游戏玩的话啦，因为我怕魔物猎人世界顶多撑两个月吧，之后又要找游戏玩。啊，维尼还在哦。很难得啊，欸，你真的很难得出现在我的台，欸，从退取 YT 那时候就很少看到你在我这里，感觉就比较常出现哈基跟团团那边。等一下有人赖我，我去看一下，因为我在画画听你讲话。哎呦，这么巧，你那天打斗阵，我也在画画，然后边看你玩欸。哎呀，谁赖我？谁在赖我 ？Hello， 繁星。要接哪个部分画面呢？这边需要跟你，哦，哦，等一下，那个 FB 那边敲我，等一下哦。自从我打斗阵后，只出现在斗阵，哪有？我看你还有出现在那个谁绿宝台不是吗？想骗我？
哦，每次都砍神木真的是好烦哦。砍树插件，拜托，我需要了。可是我超不会装模组哎、欸。每次都是杰克、影月他们帮我弄好之后，我就是懒人包弄一弄，打开玩就好了。我就是一个什么都不会的人，可是想学，但是脑袋都会打结。只是我不想把树种在楼下啊，好烦好烦，好多事情要忙。人家不是说树木不会影响那个吗？加速生长啊？怎么感觉有感啊？长得还不错啊，肥肥胖胖壮壮的。啊！模组很好装，没有啊？还是我们之前玩的模组都太难装了。那麻烦我要砍树插件，这样就好了。我带下去种好了啦，可是楼下只有三格高欸。三个高中的出数吗？等我一下哦，我去弄一下下东西。游戏精华。
我知道是在头上，只要盖个东西，他们就不会长大啦。啊、还是我这样盖好了。哎、欸，啊、哦，不是啊，你们怎么长得这么大、啊？我现在有点好痛、哦。等一下，我现在头真的好痛。插件真的很简单吗？这个木头让我有点俩拱了哎、欸。白痴哦、喔，听课我会不知道、喔，我就玩听课的哦、喔。咦？欸、有时候觉得这样也很不方便呢、欸。要哎、欸，还是要装整理包包、欸，不然。没关系，懒人有懒人的方法。
1:14整理包包已经有了、哦，我现在就装着。啊，晚点，晚点，晚点！天哪，好多事情挤在一起，我现在有点头痛。因为刚刚不是说在弄事情吗？我那个还没弄好。等一下哦，他怎么不理我？下午有空拍拍吗？几点？它的基底是哦，不是 Forge 哦。那个是 Ultify 吧？看一下哦，3:30或4:00，好啊，3:30。我要关台啦！巧克力找我露营。对啊，那个也不算 3D 材质包，它只是让那个材质看起来更有那个立体感而已。我也很喜欢那个啊，可是我现在就是没有用 Ultify， 所以不然我要把那个模组装回来。我现在是干净的 1:14:4。再给我挖一下，再挖一点。晚上没什么意外的话，就继续开这个吧。至少让我完成深怪塔，因为我真的很喜欢盖深怪塔，很有成就感。先打这个好了，至少这个也要打。呵，看，这样就好啦，懒人有懒人的方法，是不是？只是这样探好像就是会缺一点点。好啦，晚点我再去装装看砍树插件好了。那你们再帮我把那个艾琳，你们再帮我弄那个砍树啊。整理包包就算了啦，整理包包刚看好像感觉有点烦复杂，那就砍树就好了。
好，那就这样啦，感谢各位收看，大家拜拜咯，拜啦。好啊，要结尾吗？我觉得这个好像没什么好剪的耶。好啦，感谢今天收看，如果喜欢我的影片帮我点个喜欢，想继续看其他系列帮我点个订阅，我是繁星，我们下次见啦，拜拜。